大家好，今天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Terror 最高的一个型号914CEV Class。 好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首先是琴头，经典的914的标志性琴头，中间有它的专属的一个九系的一个这样一个雕花镶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旋钮，旋钮是金色的这样的一个镀金的旋钮。好，到琴颈，硬木的琴颈，然后乌木的指板，914的九系专属品级镶嵌。好，来到面板部分，面板呢采用的是云杉的面板，然后乌木的琴枕，骨质旋枕，然后这一款呢是带有拾音器的，在这里可以调节。好，背侧板的话呢是玫瑰木的一个背侧，可以看到非常顺，品相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漂亮。而且呢在九系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靠手的一个臂托设计在这里。好了，华丽中又带有素雅的一只九系啊，最顶级的一个型号。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一只琴到底声音是什么样的。